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陶大人，是啊，是我啊，但是今集呢，我只是来客串一下而已。咁好啦，咁首先今日我哋要讲咧就系 Safe Crossover Hello Kitty 嘅两款立体口罩，分别有粉紫色同埋白色，一盒有十个，全部咧都系独立包装，卫生得嚟咧又方便。好啦，讲完口罩咧，咁就讲下现货部分啦。今期咧微影就翻咗呢一部隶属民安队嘅电单车表演队嘅蓝色绵羊仔 ，IG model 咧就翻咗164LBS 日产 GTR R35 Type 2白色同 FM 打发嘅版本，咁仲有蓝色 R34GTR 同埋 R33GTR400R 四款颜色，分别有白色啦、红色啦、黄色啦同埋银色。当中银色嘅版本咧，仲有 Kiko 神人仔等埋添，但系呢一款已经系售罄噶啦，咁而家净系等翻白色嘅啫，咁要买就趁早啦。至于1:18方面咧。IG 就翻咗 RWB964 嘅黑色同白色两个版本，再加埋 Toyota Celica 1600 GTV TA22 白色嘅版本嘅。而胎码方面咧，就翻咗305代鲁迅 Super N1 2020年亚洲电子竞技锦标赛嘅 Audi R8 LMS 2019，仲有跟埋货柜箱嘅 Audi R8 LMS GT4。Super Technical ST2020年 EVA Li-Fi 的版本，再加上橙色 Benz C63 的 AMG 的。跟着 Mini GT 呢就翻了白色曼彻斯特 MX5 和 LBS Toyota Super CSR2， 最后呢 Good Smile Racing 呢就翻了两部初音未来 Li-Fi 的 AMG 2021 Super GT 的第三和第五回合版本。TSM 方面咧就翻咗部1:12嘅喺我面前呢一部嘅 Chevrolet P34 1976年 Swedish GP Winner F1 车款嘅 ，Top Speed 咧就翻咗一部1:18嘅 Bugatti 车款，跟住就嚟到玩具嘅部分啦。今期 Bandai 咧都翻咗好几款唔同系列嘅人形公仔噶。有柯南啦、One Piece 啦、龍珠啦，當然仲唔少得咧好多款唔同嘅高達模型啦。咁今集嘅時間就嚟到呢度啦，下次有機會再見啦，拜拜。